本分局经查，该民众已减负影片上网检举啊，本分局将依照违规事实审核后，依法制单举发，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7条第二款，对面有来车交汇或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超车举发时，该违规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2400元以下罚款。警方呼吁啊，用路人应遵守交通规则，勿贪图一时便利而违规酿成交通事故。本分局对于恶性违规绝对严惩啊，将持续加强交通执法，以维护交通安全。对，是。那因为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法》条例以及到现场道路状况啊，因为现场它其实是一个双向非双向禁制线所以它是属于可超车的路段。那依照我们《道交条例》第47条规定，超车时应该只能超越一台，而非连续超越2辆以上的超车。所以这个事实呢，就是他已经超越2台车子以上，所以是依照《道交条例》第47条第二款，我们进行那个告发举发这样。